的梦想是我想当一间公司的老板，我要像汤姆福特一样成为一个一流设计师。我们的梦想是永远在一起。我要当拳击手。希望有一天我也会成为第二个徐佳莹。我的梦想是我要成为一员超人。我要开一间民宿，然后让大家都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。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，在舞台上绽放自我。我想要脱鲁。我们有同样的梦想，我们要成为外交官，一起努力，加油。我想用我微小的力量改变世界。我希望可以当一个专业的舞者。我要当记者。我希望我能写一首歌。我想去希腊。好，我希望可以追随自己的心走，然后可以成为孙大法官。我希望我要当护士。我要成为一个能勇敢出手帮助的人。男帅哥，我们的梦想是一起环游世界。